chance to be ruthless.欢迎收看《我不可能难题》频道。今天我还是使用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这一集要跟大家抢先介绍，就是新的角色技能。好，新的角色长得非常的帅啊，我觉得算是近期出的比较帅的角色。因为之前有些角色是联名角色，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名人啊，所以他可能不是像我们这种虚拟世界可以做这么帅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技能的部分呢，他叫做伊格尼斯啊。然后这个角色，我觉得他的造型啊，头发有一点点像我们《咒术回战》里面的虎杖啊，自己觉得啦。虎杖的部分你可以看到，它是有点类似火焰，然后拼接的服装，因为它对应的就是他的角色技能啊。角色技能部分就是烈火燎原，它是主动技能，在使用者面前15公尺召唤一道10公尺的火焰之墙，持续8秒钟，经过该墙的敌人呢会遭到燃烧，立即受到30点的伤害，随后每秒受到10点伤害与损失 10% 的护甲耐久度。燃烧效果的话呢，会持续2秒钟就被烧到，你至少会再多损20滴左右啦。目前我测试这个技能的部分啊，如果你要直接烧死个200滴的敌人比较困难，因为如果说持续时间是8秒钟，你第一秒烧到他30点嘛，那在每秒受到10点的伤害，那就7秒再乘以10，那就是70秒，所以加起来的话最多可能就是损伤100滴左右，所以满血敌人要被烧死的几率是比较低。再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满血敌人一定会移动嘛，看到一个这么范围这么大的火焰之墙，不躲是不可能的事，顶多呢会烧到一下下。然后火焰之墙我目前测试最实用的方式，就是在敌人呢好啊跟你作战的时候，他可能损一些血，他架了凝胶护盾，架凝胶护盾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使用这火焰之墙贯穿他的凝胶护盾。因为目前火焰之墙是连建筑物都可以贯穿啊，所以说躲在建筑物里面也没有用。然后它的烧的范围非常的大，宽度很宽以外呢，又可以烧到，如果是建筑物的话，可以烧二楼啊。所以说这个技能呢，主要就是用来击杀残血的敌人啊，剪尾刀就对了。像如果说今天有一队人躲在房子里面不出来，然后四个人，你就放一个火焰之墙，一次烧四个，然后残血状况下呢，一次可以带走四个人是没问题的。因为他这伊格尼斯的技能呢，主要就是范围很大的火焰之墙啊。然后今天分享的主要跟大家讲，因为不确定改版后会不会把火焰之墙的大小调整变小啊，或者是秒数变少啊，或者是伤害变低之类的，通常体验不会给大家实测啊。然后到时候呢，它或许正式推出来后呢，会再调整一下技能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仅供参考。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我有实测它这个技能呢，在经典模式中如何去运用啊，跟一些实测画面就分享给各位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然后这边降落的话，我们有直接捡到一个军火宝库钥匙。然后现在模式中可能会增加这个 FF 代币的台子哦，只要靠近它的话，直接获取200的 FF 代币。所以说未来多一个可以拿到代币的方式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地图中可以捡到一个呼吸器，有个闪电，它算是一个短暂的 buff 啊，能量补充剂，使用后可以获得短暂的加速效果。然后现在点下我们这个旁边的按键的话呢，会变有滚轮键哦，你可以选择你要使用什么，因为未来可能会出了辅助品呢会越来越多，像这个使用后移动速度会提升 20%， 不过只有短暂的几秒钟而已。然后像这个 buff 我觉得还不错用啦，有点像阿罗克的那个移动速度。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火焰之墙它的范围有多大，甚至凝胶护盾呢都没有它高嘛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进来里面有一个空洞，甚至是火焰之墙可以直接把凝胶护盾给拆掉啊。所以说未来玩家如果架凝胶要小心了，火焰之墙架下去啊，还有拆这个凝胶护盾的效果算是非常实用啊。所以才会说在残血的状况下使用它。接下来军火箱这边也可以拿到新的物资，能量补充剂，再还有主动技能随机出啊，像这边有拿到希罗技能。目前看到主动技能还除了希罗以外，还会有克入之类的，这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主动技能，会让玩家有短暂的双招技能。那我先测试一下希罗屏障能不能挡这个火焰之墙，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挡得住，因为它不是裂掉了，它只是消失而已。然后我不确定说，如果你今天架希罗屏障，火焰之墙会不会有损伤啊？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损伤，因为目前希罗屏障就是无敌的设置嘛，所以把它打坏。
贩卖机这边我们靠近后呢，打开后你会发现卖的东西不一样了。就刚刚讲的资讯雷达新的，然后再来就有西罗跟克路的技能，还有一个传送门。这些东西的话，未来都可以直接在商店中可能可以买得到。再来还有一个动力弹力鞋啊，它拿到后要花点时间去累积下 CD 值，然后目前看是不会坏掉，可以一直用。然后这些火焰之墙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范围呢可以烧到二楼啊，所以说如果敌人躲在二楼的话呢，照样烧啊，可以看这高度可以烧到地板没问题了。目前看的部分就是拿来可以烧一些龟兵啊，然后或者是玩家躲在里面残血的时候，你就尾刀收掉。这边解锁给大家看一下军火宝库有没有改变。军火宝库我这次测试是没有新增什么东西啊，物资目前跟我们台服的版本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火焰之墙呢，它是可以贯穿房子的，直接烧房子里面，不会因为房子的关系而被遮蔽啊。然后火焰之墙也是可以穿透了，如果今天敌人家火焰之墙顶多可能没有辅助瞄准，不过你要贯穿火焰之墙打到敌人是可以的。空投放卖机一样是有一些新东西可以买，像这边我测试传送门，传送门它的功用我觉得还蛮好用，因为可以传很远，虽然不能传到二楼啊，然后在有些物体上是不能够直接传送到上面的，不过你今天放以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距离超级远，前面是空投放卖机嘛，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传送到这边来了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传送门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作战的利器，接下来它是不会消失的，可能在模式就是你这场模式消失之前呢，结束之前它的传送门都不会不见，然后所有玩家都可以使用，所以未来我们看到传送门的话呢，要小心了，可能会有一个背后偷 PP 的攻势啊。接下来这边给大家看，火焰之墙烧到敌人基本上会直接跑啊，因为他如果说敌人今天不是残血状况下，你要直接烧死他真的蛮困难的，毕竟顶多只能烧个40滴啦，40滴血就差不多了，剩下160滴可能就要剩下你要补尾刀把它收掉，不然就是呢，当他剩下30几滴血的时候呢，你加一个泥浆护盾，直接在他的泥浆护盾那边放一个火焰之墙，那就可以烧死他了。接下来我正在测试一下，跟大家讲他的放卖机呢，现在会有可以买到主动技能啊，像我这边有看到有西罗的技能可以买，然后大家特别注意，西罗技能跟这个传送门的部分它会占同一格啊，所以说你今天如果你装了一个传送门你没有使用的话呢，你就不能够再捡这个西罗技能，然后现在西罗这技能是可以丢掉的，然后可以看到它是一次只能选择一个主动技能，因为它主动技能只能用一次，比如说你今天刚刚买了克入的技能好了，你就不能买西罗技能，他可能就会把它换掉，或者是只能选一个，这是二择一啊。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，主动技能会有个暂时的主动技能，可能光暴也不想要让主动技能变成两招整场吧，变得有点疯狂。不过现在其实排位赛的版本是玩得到的。接下来空投这边也可以捡到主动技能，象征捡到是 A124 的技能，就是可以封敌人的技能嘛。这套技能其实现在目前使用玩家不多啊，因为要会使用也是需要练习的。最后的话，我们要试一下火焰之墙能不能烧死敌人。可以发现，如果敌人会移动啊，你没有放准，你要烧到他有点困难，因为他不是一秒就出来，他大概出来时间是两秒，就是你放上去以后，你再数一、二，他才会出来。所以玩家是有时间去反应的。然后我这边把一个敌人关起来嘛，然后关起来，我想用火焰之墙烧他，然后发现一件事情呢，因为火焰之墙会把凝胶护盾给打爆，所以说敌人直接逃出去了，那也没有办法烧死他。所以说这状况下真的是比较偏向残血的时候使用啊，满血状况下就主要就是拿我刚刚讲的可以遮蔽视线，让敌人看不到你在哪里，或者是可以掩护啊，或者是控点啊，都还算蛮好用的。它可以暂时的产生一个火焰之墙，然后火焰之墙我测试是可以在水上放的。好，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最后想要直接烧死他，然后把他困起来，然后他竟然给我钻出去了，所以没烧到他。所以说火焰之墙真的很吃就是使用时机啦，如果敌人会移动的状况下你要烧死他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他会一直跑，然后顶多就是稍微残血的时候来一个尾刀啊。然后火焰之墙的部分能使用的地方主要就是平面，就是你在这一层楼的平面，二楼的平面，三楼平面，你不能够从一楼放到二楼或一楼放到三楼，目前测试是不行的。然后再来车子也是烧不到的，他烧不到车子。好，刚刚补充的就是那个画面啦。然后实战的部分，我在那个训练岛部分我有实战啊，这些实战画面简单分享给大家看一下。实战其实要烧死满血敌人真的比较难，除非他故意去碰那个火焰之墙啊，不然基本上烧不太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We'll be right back.
something in the air. Am I paranoid? I swear a void is forming and they're scared. I walk a straight path. Not many can say that. I'd like to play fast. Cross me and there's payback. You better pray that I don't see your face at any place that I go. I know you hate that. I've been doing fine. I'm not wasting any more time. I live for the fight and the climb. I think that the pain that's deep inside is what defines. So I won't give up, I'm gonna make it to the top. I don't care what's in my way, I swear I'm never gonna stop.好的，刚刚看完就是《火焰之墙》呢。实战如果遇到真人玩家的话呢，对战的样子啊，大致上就长这样。主要还是变成说你要把敌人打到残血啊，最后《火焰之墙》来补尾刀使用。然后他现在的使用招式，我觉得最好用应该是遮蔽视线吧，跟控点。控点就是说，可能你今天要救队友，然后忽然就有敌人偷袭你，然后你就赶快放个《火焰之墙》挡住个大视线，然后他可能在过来之前呢，有几秒钟看不到你，然后在这几秒钟你可以做补血啊，甚至换点啊，干嘛都可以。然后要特别注意，就是火焰之墙会烧到自己的泥胶护盾啦。如果你今天加泥胶护盾又降火焰之墙，那你的泥胶护盾等于直接消失。然后火焰之墙我目前测试，只要放上去以后，敌人如果原本有辅助瞄准，会变成全精准，就变成说有点像烟雾弹的效果一样。所以说暂时呢抓不到你的位置。不过我们双方如果说知道位置的话，你去扫射它，会穿透墙，然后打到对面的敌人，然后这些敌人还是会死掉的。好的，今天这集快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Free Fire 更新改版10月份的部分啊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新角色实不实用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然后未来这个技能呢，如果说大家觉得怎么调整会比较好，我个人觉得墙有点太大了，稍微调小一点点可能会比较好，因为这种大的话，真的如果未来遇到玩家四个人都装着火焰之墙，你们可以可想而知，可以做一个火焰城墙啊，长城都可以了，都非常的可怕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然后大家记得订阅拿铁的频道，后面会继续带来 Free Fire 更多有趣的情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你喜欢，持续订阅我打开通知铃铛。你记得追踪我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哪一频道？最近要开新的麦块频道，记得订阅拿铁的麦块频道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